京东国际邀您观看世界好礼奔赴向你新年音乐会，京东国际好物好价全球直达。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维，欢迎来到由京东国际和 TME 为大家联袂呈现的世界好礼奔赴向你新年音乐会的现场。哇，不行了，我刚才那一下眼泪都要出来了，我都快哭了都。是的，这就是青春的回忆。其实刚才我们聊的音乐会，可能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场景感觉并不像一个音乐会的现场，觉得音乐会应该是那种大的舞台，然后巨多的粉丝，大的灯光，那是因为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好的礼物给到大家。其实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礼物或者一个瞬间会成为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值得纪念的经典。那礼物也不仅仅是一个物品，在今天晚上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除了我们彼此分享之外，我们的京东国际也会为大家送上一份来自世界的缤纷好礼。哇，刚才那个表演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撼，到现在我还没有走出来。但是如果说到分享的话，没有朋友怎么能叫分享所以在我身边还有两位我的好朋友陈卓璇还有金润吉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金润吉。是的，今天晚上不仅有好听的歌曲，还有一群可爱的京东国际彩销们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除了要分享音乐我们还要给大家分享世界各地的好礼，所以说他们非常重要他们今天呢将化作好礼放送官不间断地给大家发福利。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国际彩销直播，进入直播间点击右上角粉色礼盒按钮，一键参与，有机会获得艺人签名祝福和精彩好礼。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京东国际彩销直播间，将有神秘嘉宾惊喜出现，开启重磅大奖。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上山生老师，以及我们 cos 赤木晴子的小七赖美媛，还有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好礼放送官京东国际彩销雪白，有请。首先拥抱一下，拥抱。哇，好像你一出来的时候你会打篮球，那刻我都要疯了。好，很期望你，期望。Hello， 太棒了，是吧？哇，好听，刚才真的好听。老师 I wanna cry you know 老师我想哭怎么说，我现在好想跟老师表达一下，刚才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要哭了啊，みんな泣きそうになりました。本当ですか？そうです。すごく感動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是的，来来，老师们请坐，老师请坐。哎，啊，老师请坐。哇，刚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雪白的日语特别好？是的，雪白是我们今天的京东国际彩销要我们的雪白。我以为专门请的翻译姐。不是不是，他的日语说的非常好，对吧，雪白？谢谢。你的日语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我在京东国际是负责日本品牌和商品的。本当にですか？本当です。Sorry。然后其实因为今天机会难得，非常想借此机会表达一点，就是其实我学日语的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刚刚两位唱的《难忘》，所以我刚刚都想冲上去和大家一起唱了。是。然后另外其实说到工作，因为我是负责日本品牌的嘛那其实今天直播给大家带来很多日本的好的产品都是这个月初我们团队一起去日本找到品牌方给大家谈来的价格，所以是既有诚意然后又有合适的价格，所以大家敬请关注。然后另外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其实除了我会日语，我其他很多同事是会精通各国语言的，就是因为我们彩销其实是从世界各地去给大家找一些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产品，所以语言能力一定要是手到擒来，这是我们京东国际的一个特色。对，确实讲价如果语言不行真的不行。太厉害了，就是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不只得帮我们讲价，对，因为我们上山生老师来了。是的，所以我们雪白也要帮我们翻译一下好不好？好。那这样子，老师已经坐到我身边了，还有小七，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来，上山生老师能不能跟大家打招呼？自己紹介していただきます。我是上山先生。哦，我是上山生。哦，欢迎。欢迎上山生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其实老师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首歌《直到世界的尽头》，对，其实这是在我们很多80后小的时候。《灌篮高手》在播放的时候，几乎你只要去到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都会再放的。您知道这首歌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吗？この曲は中国でどのぐらい人気があるのかご存知ですか？
过去。哦，啊，他知道一点，知道一点点。哦，那今天应该就是更加知道了。这首歌真的是家喻户晓。那所以这一次在中国唱这首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今回このライさんと一緒にこの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を、まあ、新しくみんなに披露して、あの今までとはあの気分は何が違った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あの斬新でした。最後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はい、就是说啊，因为这次是和小七一起演唱的，所以他是全新的体验，他觉得感觉非常好。对，能感觉到上山圣老师在唱，很照顾哈。会突然间把声音放掉，就听小七在唱，就有一种对照顾的感觉，很感动，是吧？很感动。然后我自己呢，感受也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隐藏二次元，然后就非常喜欢《灌篮高手》，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童年回忆，就是别轻回那种感觉。然后这次能够跟上山圣老师一起演唱这首歌，很荣幸，然后很激动。然后也很怕自己就是发挥就是唱的不好。没有，完全没有啊，唱的很好。太好太好。而且你出来，你说你会打篮球，喜欢打篮球吗？你喜欢打篮球吗？那一刻一下子就燃起来了，热血。而且你今天 cos 的是赤木晴子。对，那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上山圣老师，就是2024年的一个音乐计划有没有？あ、ちょっとあの上杉さんに聞き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来年音楽について何かプランとか計画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来年あ、まあ、中国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あのアジアでもうちょっと歌えたら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就是说当然是想跟中国的一些观众让大家更多的听到他的歌声，然后其次呢想要在亚洲的世界各地，然后亚洲的其他国家也能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听到他的歌声。期待期待。谢谢老师，期待一下老师的新音乐。那刚才赖美云也说了，这个舞台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舞台。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非常珍贵。是吧想把它保存下来。好羡慕哦，真的好羡慕。我就希望那个时候切一个我反应，我现在都有点激动哈。对，洋洋得意了。那接下来2024年咱们不能输吧，对不对？这么一个好的开场，2024年有没有什么音乐计划跟大家分享？天哪，你这么一说，我好希望2024年能够不如这个了跟老师合作。那也可以啊，好好的接触一下。怎么说呢？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吧。然后也是会继续去尝试去，创作好的音乐。对，赖美云也是非常棒的创作好手。我会努力的。期待一下，谢谢。其实这首歌刚才唱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彩排的时候有跟卓璇聊过，其实卓璇没有看过《灌篮高手》，对，但这首歌卓璇是听过的。对，就是这首歌，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跟我当时听到的嗓音还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呀？因为他今天嗓子坏了。今天嗓子坏了。他是宝娟，他现在变音多大？对，我今天因为感冒了，然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保养嗓子的好办法？喉も今すごくいい状態なので、何かあの喉あの保つ方法がありますか？喉の状態保つ方法。使った後にアイシング。アイシング。アイシング。ピアス。就是他喝就是唱了这之后会会冷压死，就是会化树，会。就是那个雾化，就雾化啊！他唱完歌之后会雾化。对。哦。冷やしすぎないように。但是你要注意不要雾化过度，要适量。这样的。唱完之后哈。对。尤其是飙高音之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哇，你这么多问题都不在台本上。确实没在台本上，因为我也没想到我有这些问题呀。来，白雪公主。就是，老师头发是自己真头发吗？上杉さんの髪は自分本物ですか？老师是真的懂，当然是了，不然是的。护理的也很好。你真的，我很休闲。好。髪をスラスラすごく質がいいです。卓璇真太可爱了，真是问嗓子。你跟我们京东国际转一下钱吧，啊，这个是我们京东国际接过来的。Sorry。但是说到《灌篮高手》，其实刚才我跟那个润吉哥是最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年代的。对。润吉哥刚才听现场什么感觉？哇，
就是说不出来，我终于听到原唱，原唱者。然后这个歌我一听到的话，就是从小时候怀念那时候，小学上小学的时候，边打篮球，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樱木花道。花道が大好きだって。桜木花道。灌篮高手里面。是十号吗？对。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是特别迷恋这首歌，然后后来我也翻唱过这首歌。也翻唱过，那时候中文翻唱了。然后我都忘了那当时那个词，然后今天终于听到真的是原创的音乐。太棒了，就一模一样，像 CD 一样，就是。对，CD 的用你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さっきの舞台の状態。有机会，我们希望我也想跟你一样合作一些。我也想合作，我们大家都想有机会跟老师合作。みんな先生と一緒に同じ舞台に立つことが期待してます。真的很羡慕你。谢谢京东国际，麻烦大家给京东国际转个账。其实我觉得一开场的这个表演，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太棒了。其实提到礼物，我们在小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礼物是自己特别想要的，也许那个小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但是这个要根据你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打篮球，可能他的梦想就说我好想有一双篮球鞋。比如说像我们喜欢音乐的，可能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说我好像有一个 Walkman， 好像有一个随身听，好像有一个磁带。磁带不是你那个磁带。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上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童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礼物。那我们先问一下尚珊珊老师好了，您在童年有没有特别想要的礼物？ではお安杉さんにお伺いしたいですけど、少年時代においてプレゼントとして一番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たものは何だったでしょうか？ビデオゲーム。我知道了。狗粮。犬が好きなので。犬が好きなので。知道是游戏机。犬が。狗粮。小狗。人家说的是小狗。狗粮。この間ウェブにもサンタの帽子をかぶっている犬の写真アップ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すけど、それはご自身飼っているペットですか？それはご自身が飼っているペットですか？2頭飼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その2頭は自宅で交尾して、自然交配で生まれた子供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ね。犬種としてはどの犬種でしたか？犬種はフレンチブルドッグとチーズ。そうなんです。你们俩怎么还唠着？不跟我掰了那雪白。我先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老师说他喜欢小狗，所以他当时也很想要一个小狗。然后其实因为我前两天看到老师在微博上传了一张小狗的照片，是戴着圣诞老人帽子的。我有问尚珊珊老师是不是自己在养的，他说是，他其实家里有两只狗狗，然后品种是一只混血的西施犬。我也养狗。小小只的那雪纳瑞。两只雪纳瑞你也养了狗，两只雪纳瑞。15岁，我家狗好健康。您家狗几岁了？今のワンちゃんは何歳ですか？子供は4ヶ月。他的那个狗宝宝才4个月。那其实如果想到狗的话，那不得不就聊到狗粮了。狗粮，因为其实他有人养宠物，不止你要养好一只狗狗，你要给它喂很好的狗粮。而且我发现最近其实很多狗狗其实是非常挑食的，对，是不是？有一些狗狗是非常挑食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是雪白，因为我们是京东国际嘛，就是狗狗如果挑食的话，我们在选狗粮上面有没有什么给我们如何解决的方法？其实针对我们养猫养狗的主子呢，我们今天带的是3款产品，然后分别是3个品牌。首先是福摩这个品牌，然后福摩这个品牌其实它是一个百年历史的美国的品牌，而且它是宠物干粮这个分类的创始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福摩这个品牌的鸭肉，田鼠鸭肉的26磅。那它的原价是798元，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只需要638元。六百三十。那另外
外第二个品牌其实它是百丽的天然宠粮的一个领导者的品牌。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高蛋白质的鸭肉鸡肉的一个猫粮，那它的重量大概是10磅啊，原价是688元，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只需要428元。那另外第三个品牌也是其实养猫养狗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品牌，叫苏力高。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猫粮12磅的，然后原价是488元，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只需要338元。哇，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们待会儿就可以下单，我们可以下单。我也想下单了。那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要买这几款产品呢，可以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直接搜索京东国际采销直播间啊，可以了解到我们产品的具体的一些优惠信息，或者是可以一键下单。现在下单可以可以吗？哦，下单，下单了，下单了。哪里变出来？他真的很想跟上山生老师合作，下完单之后送给上山生老师。老师，这是我送您的礼物。嗯，你要送给上山生老师吗？太好了，又便宜。是的，上山生老师他的童年就是觉得想养一个宠物。那小七呢？其实你离童年还很近。那我想要刚刚的那个猫粮。啊，你想要猫粮，这么快变卦了？我按台本来是吧？啊，你台本明明写的是那个，没有。哎，刚好这有个拍立得。哎，好巧哦。好巧，其实我很想要这个拍立得。其实这个拍立得我自己家也有。嗯，因为我是真的没有拍立得，哦，但是呢，我很喜欢收集拍立得的照片，因为我觉得，首先拍立得它的那个，那你拍出来很有质感，很好看。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一些生活工作上面，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跟粉丝的合照啊，然后或者自己工作的一些记录。所以我会觉得拍立得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一个相纸，它可以呈现在你的生活里，就是让你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有回忆起来你那个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哇，这种人就是喜欢照片但从来不买相机哈，就是那种蹭别人的相机，拍完之后把照片拿走。京东今天看给大家发福利，今天买好不好？今天有没有什么优惠？必须有，你要买必须有。我们官方价格一般是，哇，太，我们官方价格一般是659元，那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价格是到手价只需要499元。你看我等着不买是有原因的。咱们这样好不好？因为今天正好有个拍立得，然后我们上山生老师又在，我们一起合张影吧。好，留个纪念。可以吗？问问上山生老师。哇，太好了。Take a picture。哎，伊桑，你 take it。哇，来拿这个，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是有的，对不对？499。哎，490真的很划算。哎，谁拿相机谁头大呀？但我愿意。你来走，你怎么在这儿？啥意思？哎，我跪着干嘛？对不起，我给你站在后面能拍到那吗？可以吗？可以吗？哇，变成我跟山老师的合影了。来，找位置啊。你没开。3、2。你没开。啊，对不起啊，明白噻。这里，我没记错。这里，我自己刚说完有啊，结果自己没开。来，好了 ，OK。老师，1、2、3，耶！老师可以再来一张吗？再来一张吧啊！我也是买的。One more time， 来，3、2、1，好。谢谢。我们等一等照片啊。哎，不对，只有2张，能不能拍5、6、7、8张？我怕你没拍到我。不可能，因为我不站到最后。你放心，一定拍到了。我们这是广角相机。哦，广角的哦。是的，广角的啊。这个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其实说到儿时，我自己儿时也是有自己特别想要的礼物的。想要什么？红白机。红白机是什么？他又不知道了，我跟他有代沟。不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插卡的游戏机。因为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有多爱玩吗？就是玩游戏 play the game 啊。然后我小的时候玩游戏机是需要去朋友家里去玩，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家没有小霸王那种，对，那种的。然后玩什么马里奥啊什么的，还有什么双截龙啊，对吧。然后我那时候都要去别人家蹭游戏机，然后我自己买完了之后我再也不去朋友家了，没有朋友，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游戏机。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觉得有游戏机就有了全世界。然后现在长大了，我自己就会去买那个 Switch。Switch 我自己特别喜欢玩，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跳舞嘛。然后我又不爱运动，然后我觉得 Switch 它有一个 Dance 武力全开。然后我就每次拿着那个手柄，我就就开始跳舞。所以说跳得真好啊，我跳得老好了。sorry， 所以说其实
Switch 最近也是我平时出差，然后出门，一定是必带的一个自己很想要的礼物。那今天 Switch 是不是也有？有，有吗？是不是？对，今天价格怎么样？我可是经常买，如果稍微贵一点，我心里都觉得啊。你心里有价是吧？心里是有价格的。你是需要我给你安排一个内购价吗？你是需要我给您安排个内购价格吗？哦，不需要，您给我安排个我跟直播间的朋友一样的价格就 OK。啊，可以，好不好？其实刚刚提到了那个游戏机，那我们今天准备了《快乐老家》三件套游戏装备。哇其实这三个游戏装备也被称为男神收割机。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任天堂的日版 OLED 的 Switch。那价格它一般我们的原价是1859元，那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格。只需要1639元，真的吗？这个真的，刘伟老师抓紧机会，这真的便宜啊！哇，对，然后哥要开始，我又要下单了，我这个真便宜啊！最后你通告费全花了，哥。不是，就是我喜欢这个游戏机，因为我以前玩的这个 PSP 啊，这升肯定是升级版，又升级了，我觉得特别好。它这里也有 PS5 今天，对，是不是？第二款产品就是我们的索尼日版 PS5。哇哦！那它的原价其实是3729元的价格，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只需要3389元。哇！金老师种草了吗？这个我真喜欢，真的，我送给我儿子都行，真的。哇，好便宜啊！这个真的很划算。另外，因为是三件套，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重磅推荐的那高性能电竞游戏本的天花板，男孩子们的白月光，就是我们的外星人 M18-4090 显卡版。就是感兴趣的，我们可以去戴尔官方店铺搜索一下，这个日常售价是5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格只需要29999元。另外，我们还有惊喜好礼。如果在直播间下单我们外星人的话，我们会再额外赠送价值3150元的 Steam Deck 的便携游戏掌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劲爆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波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感兴趣的金老师，我正好打开京东 APP， 我正好想换电脑。昨天我喜欢做音乐嘛，就用笔记本做音乐很爽的，真的特别爽。提醒您那个。外星人笔记本对不对？对，我一直想要的。今天是多少来着？刚刚29999元，原价是50000元。对，这个必须。您是京东 Plus 会员吗？我是，马上我给你 Plus 用户再直降1000元，到手28999元。老师，你们先聊，我下去买个单。其实你们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就是我们直播间所有人的状态。对，提醒大家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国际彩销直播间，这个、马上有牌，直接 get 我们金老师、刘伟老师都想要的外星人笔记本电脑，以及我们的Switch 游戏机，以及索尼 PS5。是的，一定要记得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我们的京东小魔方，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理出了一些我们第一轮的好礼。啊，那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雪白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第一轮的青春记忆礼单都有什么，好不好？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了这份青春记忆礼单。哇其实就是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产品。那其实刚刚讲到的我们百丽的这个产品呢，生鲜本能百丽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优惠，所以现在直播间到手价格只需要428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的一些产品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国际彩销直播间，直接下单您感兴趣的产品，或者是了解更多更劲爆的优惠的信息。那我们可以一键 get 到的明星同款。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京东国际自营商品 Plus 用户专享折上95折，京东国际好物好价，全球直达。现在到了给用户们送福利的时候了，我们先请上山生老师留下我们的签名照，然后我们有请京东国际彩销雪白将礼物 Switch 游戏机放入我们的礼品盒，我们一起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用户吧，好不好？哇，老师要签名了。来，老师签完了之后，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签名照啊。老师这张照片也很帅，而且跟他今天穿的造型一模一样。真的吗？是的。今天拍的。不是今天拍的。真着急。
来给大家镜头看一下。哇哦，这是我们上山生老师的签名照，还有我们的 Switch 已经放进去了，对不对？对。接下来麻烦我们的雪白把我们的礼品盒放到我们的礼物树下，也感谢雪白为我们带来的青春好礼。同时要提醒大家啊，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国际彩销直播，进入直播间，点击右上角粉色礼盒按钮，一键参与就有机会获得上山生老师的签名照和好礼哦。持续关注京东彩销直播间，将有神秘嘉宾惊喜出现，开启重磅大奖。同时要感谢京东国际彩销雪白和上山生老师的分享，也感谢京东国际为每一位少年带来难以忘怀的青春之旅，致敬每一位坚持梦想不妥协直到变老的少年。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GALA 乐队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走。